警方冲进屋里，一伙人还来不及逃，通通被逮。带你来看现场画面。起来，趴下，趴下，下来，下来。就成了，他成了电。警方拿电击枪将人押着逮捕。原来这对兄弟党竟然在大楼租屋，他们以月租20000的价格租了两房两厅，当作贩毒据点，在电子烟油里加入一托咪酯，做成丧尸烟弹，专门卖给年轻人。警方现在网络上发现他们刊登卖毒广告，接着巡线查到这栋大楼指导毒窟，一举逮获主嫌兄弟党在内，一共8名嫌犯。带你来听警方说明。查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、凯他命以及含有一托咪酯的成分的叫丧尸烟弹，这些证物，全案询问后，移送高雄地检署依法侦办。警方当场查获丧尸烟弹、毒咖啡包等相关证物，全案也依法送办。